然后吃个月饼。哦，吃月饼是吧？然后还干什么呢？其他同学呢？凯阳去看了花灯，还有吃了月饼。其他同学过这个八月十五都干了什么呀？妙玉干了什么？吃月饼了。吃月饼了。还是什么？来，这个Amogas 是谁啊？没事，我们先听一次，下次再介绍你们啊。来，明天昨天是中秋节是吧？中秋节，那今天就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对吧？那么中秋节的农历是几月初几？谁知道？初六。初六，中秋节是初六吗？中秋啊。你看什么时候月亮会圆呢？月亮昨天会圆。昨天会圆是吗？昨天会圆是什么意思？月亮是在十五的时候圆，是不是？八月十五，所以昨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。农历就是八月十六。啊，今天是八月十六，今晚上月亮也很圆。然后呢，月亮就慢慢的变得不圆了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中秋节过掉了。啊，因为中秋节过掉了。太阳圆吗？因为中秋节过掉了吗？对了，太阳圆吗？你去研究一下这个，我们研究一下太阳、月亮和地球的关系，就知道为什么地球这个月亮圆不圆了。研究一下啊，月亮是吧？月亮围着地球转是吧？对不对？月亮是不是围着地球转？对的，然后地球围着太阳转。对的，月亮围着地球转。然后太阳围着不知道吗？太阳不知道围着什么的转，嗯。所以说月亮是我们的卫星，对吧？什么是卫星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星，有个更小的行星在边上，所以月亮其实是我们的卫星，对吧？它围着我们转。那太阳是恒星，所以这个我们地球就围着太阳转。所以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啊，不要说因为八月十五所以月亮圆了啊，是因为我们的古人决定了这一天啊，就叫它中秋节，对吧？月亮是圆的，大家干什么呢？吃月饼是吧？提灯笼啊，这些对吧？花灯，有花灯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因为是中秋节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学过两首诗是吧？是不是有两首啊？水调歌头是吧，对吧？还有西江月，对吧？我们来复习一下啊，因为是中秋节啊，一首是比较高兴的，一首是西江月。对，来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需要检查一件事儿啊，那个。没有背过定风波的，来五节定风波背一下。定风波五节。定风波，莫听春林打雁声，何妨吟啸却徐行。独仗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袖烟雨任平生。威冷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山头斜照却祥云。江陵为首向来萧瑟，归去也无也无风有情是吧啊。咱们这个再熟练一下啊，这个稍微有个料峭春寒吹酒醒是吧，微冷啊，那个顺序倒过来了对吧。然后这个再熟练一下，还有谁没背过的？上次没背过。明俊背过了吗？背过了。你背过了？好。魏明背过了吗？我忘了啊。魏明有背过吗？定风波。定风波，下次魏明检查你啊。啊，下次检查你定风波好不好？下次检查你啊。定风波啊，莫听穿林打叶声。何妨吟啸且徐行啊，下次检查你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复习一下这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，然后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？
让我等一下，我看一眼啊，我们唱唱去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先让我在这打个字啊。嗯，开始了。哎，我们已经学会了是吧？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一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啊。那么我读一句，大家一起吧，好吧，大家一起。然后呢，不要画东西了哦。这个站着啊，把它去掉那几个线啊。然后我们现在一起读一下，读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唱首歌，好吧？来，一起我说开始啊，开始。《水调歌头》。水调歌头，明月几时有？宋·苏轼，我们可以一起。宋·苏轼。丙辰中秋，丙辰中秋，欢饮大战，欢饮大战，大醉，大醉，作此篇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，兼怀子由，明月几时有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逢遇雨。凯阳，你来大声读吧，你来领读吧，好吧？来，从这开始，你读的慢一点，需要不能快，好吧？如果你要领读的话，就要读的慢。然后读完一句呢，让大家有时间可以重复。来，凯阳，慢慢读，来，你来领读吧。我欲，啊，要不要？我不知道。你要领读的话，就要放慢速度。然后你读一句，大家读一句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。要不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来了啊！我欲乘风归去。我欲乘风归去。又恐琼楼玉宇。又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。起舞弄清影。大家一起读啊！何似在人间？何似在人间？何似？转朱阁。转朱阁。其实这个我念你啊。他读起，我是念乙的。低绮户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但愿人长久。千里共婵娟。千里共婵娟。所以我们的那个我再解释一遍啊，我们虽然以前学过啊。这个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素书是写的，对吧？这一年呢叫丙辰年，我们每一年现在就是2022年是吧？2021年，但之前呢用的是这个天干地支啊技法，就说每年呢有这个代表丙辰年啊。之前的中秋节呢喝酒喝的很多，醉了，然后呢就写了这首词《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》，就说呢啊什么时候会有这么美丽的啊，明月啊，他就拿着酒杯问青天，当然青天也不会回答是吧？啊，就是喝醉了啊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说不知道天上啊，我们在人间是吧？谁上过天呀？啊，坐过飞机，但再高了就不知道了是吧？他们认为天上有这个玉皇大帝是吧？有这个天庭，有这个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他就不知道现在天上呢，今年是什么年啊？他想啊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就是我想呢，飞上天去，可是又害怕呢，在天上呢，哎呀，冷冷清清啊，这个孤孤单单呀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
没什么没意思是吧，我在天上这个孤孤单单还不如在人间呢。大家知道月亮上住的什么呀？以前的故事叫什么？嫦娥。对，嫦娥还有谁？啊，蜈蚣。还有他谁？玉兔。玉兔是吧？嗯。哦，我记得还那个悟空那个吴刚。悟空不住在那儿，悟空是花果山。吴刚对，吴刚是说以前说那嫦娥在上面住是吧？有玉兔，还有一棵树，那个吴刚砍那棵树是吧？啊，这个传说对吧？后来上去一看也没有，咱们有那个月球探月车，上面没这些东西啊。学会讲什么呢？转诸葛低以护照无眠，讲的是什么呢？月光啊，这是月光这个挥洒下来啊，从这个窗户啊，这个建筑洒过来啊，然后他呢失眠了。为什么失眠呢？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啊，想起了人生啊啊，这个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啊。这个是感想啊，人呢有时候呢有高兴的时候，有不高兴的时候，是吧？有这个离别，有这个在一起。那么月亮也是一样啊，有圆有缺啊，变圆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一个勾勾了，是吧？也有阴天就看不见了，晴天能看见。所以呢，这个。这件事情呢啊不容易，所以他有个美好的祝愿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婵娟就是月亮，我们一起唱一下吧，好吧？你们都学会了吗？上次我记得。对，谁会唱现在？嗯，谁来领唱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。哦，五节先读一遍，好，行，可以，大家每个人都读一遍，来，五节先读一遍啊，嗯，继续大点声，大点声，五节啊。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正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。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间？啊，看不到了。哎，看不到吗？刚才我看不到。嗯，好，继续啊。转诸葛低以护照无眠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婵娟，对，嗯，这个是何事在人间？好，凯阳。干得很好啊，如果是同学读的有一些读的不准的就标出来啊。来，明句你来读一遍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，好吧，大声的有感情的读一下这首中秋词。来，明句。暮城日中秋，欢饮杂饭，大醉作此篇，兼怀己由，何日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间。转诸葛低以护，嗯，因为那个他说的起步，我一直读乙，我就在读乙了，读低以护啊。独低护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别时圆啊。悲欢离合，又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婵娟，婵娟，婵娟就是月亮啊。因为同一个是东西有不同的讲法，说月亮是月亮，什么婵娟是月亮，说爸爸是爸爸，父亲是爸爸一样，是吧？好，那个妙玉来读一下，有感情的读一下。妙玉读一下。水到乌头，明月几时有？宋·苏轼。丙辰中秋，欢哎何旦，小醉作此天。江淮子由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乘风归去，又恐琴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嗯，好的，嗯，这个我们他是说住的是低绮户，但是一般我读乙，所以我就把它盖住了啊。我通常是读乙的，我就按照咱们的习惯啊，转朱阁低绮户。但是低绮户，可能其也是对的，要不我们跟他读，我不知道。呵呵，这个我们一起，还有谁没读？来，妙玉读完了啊，凯阳读。没有读。凯阳，魏明。我没有读。凯阳没读是吗？凯阳读了吗？魏明先读，来，魏明读一遍《水调歌头》。明月几时有？来，丙辰中秋，欢饮打旦，欢饮。那个凯阳注意纠正啊。欢饮打旦，大醉作词篇，兼怀子有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。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对。照无眠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哦，好，嗯，哎，这底下这个是什么呢？什么？这个英文是什么呀？这是些什么？啊，没关系，他错的，这个都是错的，他没翻译对啊，什么伤害，什么什么的，什么 Twitter？ 我生病了，所以我不可以说话。哦，没事，嗯，好啊，魏明啊，这个继续再练习啊，要练习一下啊。哎，这个。对，今天新同学我们就不去检查你们了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凯阳来读一遍，嗯，凯阳读一遍，然后我们一起唱这个歌，好吧？丙辰中秋，欢迎达旦，大醉作词篇，兼怀子有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嗯，好，嗯，这个已经放慢速度了啊，咱们就学着放慢速度。来，咱们今天有两位新同学，要不要你们这个介绍一下？对，童心是吗？是叫童心吗？和哲心是吗？
童心和哲心你们在吗？童心是吗？哲心，哲心你可以说话吗？可以。啊，对，哲心你上几年级啊？四年级。四年级，你觉得这个你就能读吗？听了之后，这能读吗？刚才大家读了很多遍《水调歌头》，就是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要。不要。啊，那下次了啊。是我在说。你说不要啊，来哲心试一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有拼音对吧？我们按照拼音读就行。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秉承中秋，欢饮达旦大醉，作此篇，见怀子由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孤影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早有千里共婵娟。嗯，好，我们这个一起唱一下吧。童心在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叫童心吗？童心在不在？没有反应啊。我们一起唱一下这歌，好吧？来，这个虽然我唱的很差，但是我可以领唱一下啊。来，这个歌是这样唱的：明月几时会唱？会唱吗？我们一起唱吧，好吧？会唱的话，我们一起唱来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继续来，转朱阁，低户照无眠，孤影幽痕，何事长向别是缘，月有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对吧？现在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一起唱一遍。大家都会唱是吧？如果不会唱的话，回头再学啊。我们下次可以唱。谁会唱歌啊？谁唱歌好听啊？谁会唱歌？妙玉会唱吗？明月几时有？会。啊，妙玉会啊，凯阳会，我知道。妙玉你会吗？嗯。谁会唱这个歌？好像现在只有凯阳会是吧？凯阳，来，你来唱一遍这个歌。我不想唱。你不想唱啊？你不想唱，我就唱一遍。好，你唱啊。我唱了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唱。我不想。不想。我适合唱唐成员，但是我不会唱这首歌。哦，你会唱是吧？哲心。我适合唱唐的成员，但是我不会唱这首歌。哦，那我们应该学一下。我们应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红的了？这谁干的？哦，来，我来唱一遍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那个链接还发在群里，我们大家就学一学啊，好吧？来，明月几时有？哎，把它给去掉啊、嗯！对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一起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一起啊！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
在人间转朱阁，定不着无眠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边是缘。这是名句啊，这是名句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对了啊，对了，好，我们在一起读一下啊，在一起读一下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就复习一下另一首啊，另一首。来，同学们一起读，从这儿开始好了。明月几时有？大家开始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。我们继续对，今天不知哎，你们继续，对，你们一起大声读，我再来给你起个头啊。明月几时有？明月几时有？继续。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。把酒问青天，何年？天上我欲乘风归去，去何？我欲乘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不动青，高处不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第一户照。我看这样可能比较好，同学们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我有个作业啊，这次要把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给那个抄写一遍啊。待会儿我会在那个咱们的课堂群里说这件事啊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把这个抄写一遍啊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另一首词，好吧？还记得吗？《西江月》，苏轼，这也是苏轼写的。真能写是吧？这是他写的啊、嗯，我看这是怎么回事啊、嗯？这也是他写的啊、嗯，来，让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把它往这转转，不对，这个不太对，等一下子啊，好，好，你看这首是吧？哎哎，海洋，海洋，我已把它擦掉了，是远镜头。嗯，好，《西江月》还记得这首词吗？我们有学过啊，之前是一场大梦，我现在在。讲一下啊，也是苏轼写的。那么这首词呢，他早年写的啊，中秋节这首词呢，哎呀，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。他写完这首词之后不久就去世了，那时候他就感觉心情很不好，是吧？因为他在应该是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啊。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《西江月》世事一场大梦，送苏轼。我来解释一下啊，我解释的时候通常会录一个小屏啊，发在 somewhere。等一下，让我录一个小屏啊。这个，对，一下子啊，找一下啊，多一点一分钟啊。世事一场大梦啊，来。啊，可以啊，貌似是可以啊，没事，就这样吧，你拿着吧，拿在手里吧。好，哎，把它啊，这样也行啊。所以我现在解释一下啊，这个《西江月》啊，这个世事一场大梦，《西江月》是一场大梦啊。这个苏轼啊写的，嗯，当时心情很不好啊，这个因为。晚景凄凉，觉得啊，这个人生没有得意啊。说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觉得感觉呢，这个在世界上活着呀，就像一场梦一样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来来去去的事情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就人生又短暂，是吧？能有多少个秋天呀？人生几度秋凉。然后夜来风叶已鸣廊，看取眉头鬓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晚上啊。
这个风吹着叶子啊，呜呜的这种声音，对吧？很这个，哎呀，很让人感伤。那么看看自己的眉头啊，眉毛也白了啊，头发也白了啊，所以说年纪大了，是吧？这个夜来风月已明朗，看取眉头鬓上，对吧？然后酒见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酒喝不起好酒，然后呢也没什么客人，对吧？月明都被云妨，就说呢这个月亮经常的会被乌云挡住，所以说也是抒发了他的感受。为什么他的一生啊不得志啊，经常的被别人诬陷啊，这个出了很多事儿啊，被贬到南方好几次啊，这个海南岛啊、潮州啊等等这些地方。然后就说呢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，哎呀，今年中秋啊没人陪我呀，是吧？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齐然北望，这是很伤心，对吧？所以这首啊，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，送苏轼。我读一遍啊，一会儿我们就一起读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来风月已明朗，看取眉头鬓上，酒见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之前有学过的，现在复习一下啊。好，来同学们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。来，我读一句，大家读一句啊。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。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。送苏轼。送苏轼。世事一场大梦。世事一场大梦。人生几度秋凉。人生几度秋凉。秋凉。夜来风月已明朗。夜来风月已明朗。看取眉头鬓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见长愁客少。月明多被云妨。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把盏凄然北望。把盏凄然北望。对，哎，凯阳，你先读一遍。你读完之后呢，我们每个同学都读一遍。如果有同学的发音错误的，就标出来，好吧？来，凯阳，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，读一遍。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，送苏轼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凉风月已夜来风月已明朗，看取眉头鬓上，酒见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，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。好，很好。然后这个我们让同学们都读一遍，然后呢如果有读错的你就纠正好吧，标出来。来，妙玉。西江月。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，送苏轼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来风月已明朗，看取眉头鬓上，酒见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。好，嗯，蛮熟练啊，很好。那个明俊要不要试一下？来，明俊读一下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。来，明俊。明俊读一下好吧。西江月，明俊跑了。西江月是一场大梦。对啊，嗯，要看
哎，明俊，家有回声了。其他同学把那个关掉，把自己的如果不说话的话。同学是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来风叶已如狼，看取眉头鬓上，酒见长愁客上。就是人家错。月明多被云妨，孤舟已过汀洋，来南北望。华展其然北望，对吧？好，然后五节要不要试一下？五节来，五节读一下试试。五节，西江月，世世西江月，世世一场大梦，世世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来风叶已明堂，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见长愁客上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更孤光。把华展其然，把那个去掉凯阳，你的这个去掉凯阳，对。华展其然北望。很好，这个还有谁没读？魏明来试一下。魏明啊，魏明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夜来风叶已明朗，看取眉头鬓上，酒见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。好的，这个我们的作业啊，我先说一下啊，我们要把这个背过啊，下次我要检查，好吧？背过有困难吗？背过《水调歌头》，然后抄一遍"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"。好，那么我觉得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们以后就是大概40分钟啊，就是10点开始，大概10:40左右结束。那么之前的，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去复习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上次有讲这个“君酒三不酒”是吧？今天要写的古诗是什么？我会放在这儿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要写一遍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回头我会发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群里啊。这个然后背过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背过啊，背过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然后《定风波》，魏明，《定风波》下次我要这个检查你啊，《定风波》下次要检查，好吧，魏明，《定风波》下次要检查你啊，魏明啊，记住了啊，魏明，你要背过《定风波》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大家都把这个背过，所以魏冰有你的压力有点大啊。来，这个我们一起，我们再一起读一遍，我们就下课啊。来，我读一句，大家读一句啊。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啊。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月几时有？宋·苏轼。要算了吧，我来读一遍吧啊，就是大家注意发音啊，然后我再读一遍之后我们就下课了啊。这个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宋·苏轼。明月映泉中秋，欢饮达旦大醉，作此篇兼怀子由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所以这句话我们会要抄一下啊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非常美好的祝愿
这个我再把这个西江月读一遍，我们就下课啊。好，西江月，世事一场大梦，宋·苏轼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夜来风叶已明朗，看寻梅头鬓上。对，酒见长愁客少。月明多被云妨，中秋谁与共同光，后百丈凄然北望。好，嗯，我们以后呢，我看可以这样，我们以后读词诗词的时候可以一人一句，对吧？从头开始一人一句，这样就比较好，对吧？我们要练习一下是什么，要不今天按照顺序，妙月一句，五节一句，我们按照顺序以后排一下学号吧，要不下头排个学号，要不，嗯，好，今天课到这里了，我们下课了啊，待会儿布置作业啊，好，下星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等一下啊，我要把它给关掉啊，拜拜啊，什么啥也不是。